好，我们现在请黄有福老师来帮我们做测字占卜，看未来一个月我可以让人刮目相看吗？好，我们的字今天的字面是这四个字，推散阴影。哦，从四个字里面选一个字，三好一坏。三好一坏。请现场贵宾还有观众朋友，请你来选一个字哦，请喽，请。在蔡律师。影。影。散。散。散。那我推好了。推。哎，阿曼达老师。我影。影。我也推。那我选一。影啊。哎。刮目相看，我躲在黑暗的角落。律师选哪个？影。影啊。对。那我选影，我觉得律师比较理智。想跟牌，对，老师开影给他看。好，我们从影先开哈。开影给他看。有没有要下注的？先看观众朋友的面相好不好？观众朋友，你先看看答案哦。下好离手。好，我们从影开始。影的话是事业红景，形势大开。哇！你看这个。这个景嘛，哈，红景的景，这边行的结果，所以当然是什么呢？工作上面令人刮目相看，90分。好，其实我们看一下推，推是阿曼达老师跟盛美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也是这个推的话，答案是家偶天成，携手共游。这个外婚的话才会找到真命天子、真命天女。那已婚的表示婚姻会更好的意思哈。这其实看出来，这边这个推，这一边右边其实就是家人的家嘛。然后这边是携手的手嘛哈。好，所以是感情方面令人刮目相看。80分。好，下面是伞，这是常玉选的。观众朋友，你也是选这个伞的话，答案是沟通失败，撒手不管。抱歉了，坏的是这一个，暂时没有，只有30分。哎呦，100分啊！先来看一下阴哦，观众朋友，还有祖林，如果是阴的话，答案是。财神印必印，天降富贵。哇！这边是印泽的印嘛，这是降的开始，所以是钱财方面100分。哇！祖林真的很准呢。你最近都是抽到钱财100分的。是哦。是啊。我都是挑大家不敢选的。哎，来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